超兽魔神有算全火没有？没有算成就，因为这个要进场前。猎人超好看，超推荐，超推荐。超兽魔神超平民，好不好？这关卡去刷，自己去刷就有了。这个还不平民吗？先集一个行动值啊！看一下啊，我的椅子看起来很好坐，厂商赞助的啊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洗一下好了。小曲台好看吗？推不推荐？不推荐，不推荐。这台哦，这台不好啊。血成就用庞贝啊，做球啊，看一下啊，好啦，我这个要开下去咯。那个也集得差不多了齁，那个行动值哦，这最好是在他 CD 2的时候打死第一条血，这样子进第二条血的时候，他就是 CD 2这样子。哎，我是不是忘记开间距啦？是不是？干，到底在冲三小？都不开机，忘记了啦！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，体谅一下好不好？真的观众很严格哎、欸，这种观众真的是。我想一下哦、喔。这边呢，开那个延长时间啊，把这个冰冻全部转掉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这边应该可以全消。好，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到我结婚啊，好不好？希望有这么一天啊。暗珠是什么？没看到啊！现在不能回放了，操！等一下，我马上看。暗珠是水珠，是水珠，水珠。好，水珠不要转到。什么作弊？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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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看好5C哦，5C 三，看一下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
龙科脉动。哎，高分一点啊！高分一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卡住卡住！好啦，够了够了，两万一够了啦！好啦，轻轻松松过关。当小孩，好，操作模式都可以过了。